意思啊，久等了。啊？咱直接主题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跟我说话吗？当然了，你是第一次吗？啊。没事，我第一次相亲的时候也这样，你不用紧张。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哎呀，哎，等会儿先别介绍了，咱们见过吗？当然没有啊。那你？那你先听我说，我到我那边还有事，来不及了。大家都是为了用家里人，咱们走一下流程好吧？我叫依然，19岁，体重78，身高保密，无不良嗜好，为人丑。对我另一半要求呢，有车有房，工作稳定且有待发展。你笑什么？我想说你认错人了吧？黑 T 恤、短裤、运动鞋在角落里等我的不是你吗？那可能撞衫了呗。你要是对我意见你就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的，你这样真的很不尊重人。不是，我这就来喝杯水，我真不是相亲的，都是误会。什么误会呀、啊？撒谎都不会，你这种人真的是。我哪种人呢？没礼貌的人。不是我哪儿没有礼貌？什么玩意儿呢？哪儿叫了？啥呀？我手机。啥好人用这铃声啊？喂，你好，我是来相亲的。刚才手机没有电，我看不见。刚才角落里已经有人了，我现在在门口，你在哪儿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不早说呀、啊？你这人真不靠谱、啊。